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辽宁本钢对南京同曦的第三节比赛。大范围转移，辽宁的三分没有，那继续拿下篮板。张振林起球进攻，转身，哎呦，漂亮！张振林一跳舞啊，张振林太漂亮了。来看一下张振林这条，再转身，一个人单挑南京同曦整条防线了。张振林牛逼，定位，张振林加罚命中。不知道，等一下要皮挂上阵了，再这样的话，哎，失误了，张振林突破，看到那些外线，高俊伟，就会拔起来，好球，命中一记中远投，高志伟的三分没有，高志伟到胡哥，胡哥突破，没有，张振林，哎，被切了，得分，得到外线，造成小伤，造成不好的犯规啊，不好的跺脚啊。把我好直摇头呀，这个锅罩不住啊，一把没有，还有了，比分来到68-62，辽宁暂时领先6分，不好，有点勉强啊，这个球打的，也冲到底线，摄像大哥啊，看一下这个球。好，造成了这个罚球，一个命中。第二条也命中，两罚两中。还是换人了。现在南京同曦的。得分，好，有外线再拔起来，没有，谢啊，高志伟想来一个三传，给他富豪，被破坏局面，三分没有，南京队反击，哎，皮特森造成了
咋回事？给了赵继伟的犯规的同时，给了皮特森的违踢犯规啊！皮特森地罚命中。接罚皮特森，球。哎呀，皮特森想把它得中，这边是赵继伟，赵继伟执行两罚一掷啊，好的，喜欢我的视频，大家双击加关注。后面会为大家带来第四节决胜时刻的比赛。